剑魔需要的只是一把剑，它会产生出更多剑。对啊，你杀了鲁大师，我鲁大师也杀了。这咋这么狠？都赖那刚才鲁大师那小子。给我砍死了。没有他我能死吗？把他封了。这刚才我就感觉到我好像要死。不过我们刚才只是试探一下啊。没买药啊，不是没买药，没有药，没有钱，回家了。先升个三吧，这波不学念咒了啊。回家，我把长剑。伦哥好像不太好杀呀。有点肉，有点抓不动。我喝个奶。哎呀，摁错了。命令必须得到执行。先吃好一波馅儿。那个兵为啥没死？哎呦我操！可太亏了。我寻思看看能不能打这个海鬼，正好那小兵要死，把这小兵抠一下，没死掉。哎，我试一下啊，不行，要想回到原位，只能让那个小兵剩一身血，然后被小兵打死，然后我们再抠。我们先抠是不可能回到原位的。先打他个骸骨吧。不让我补车，那是要付出代价的，小伙。弱人性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
我就说实话，刚才这一波杀 G 轮，很少有人能杀得了，但是我们做到了，蓝里汉，你做到了。直接走了。出门。不是真的呀，刚才盖伦有点烟有闪现。我们有点烟有闪现，他还杀了我一波。正常剑圣再重新打的盖伦不好打，有毛病吗？没有毛病。我刚才能杀他的点在于我们的点烟是先放的。先把他骸骨蹭了，插个眼儿的。好，德玛西亚交了。这波我们去吃狗屎，不吃药了啊！他没闪，跟蛤子说一声，他没有闪啊！无所谓。只要你能踢回来，他是必死的。我这虚区绝对是够，你踹没踹着无所谓。亚索还打个问号。这波确实有点傻逼，怎么回事？这个扣也能扣着 G 轮？哎呀，狼了啊，狼了！哎，够不够德克萨斯木印？啊，够，但是得把药卖了。要不要直接德克萨斯木印呢？我觉得行，这皮牌下边不着急除啊。不好杀呀！这塔下不好杀了。哎，塔皮，哎。
怎么就差这么一点就没了？我就看红有没有啊。他那边狼的血瓶是有点不应该啊，血瓶是有点亏。从现在开始，我将不会再狼啊！必须得到执行。我打他一个海骨，没打掉。吃我一记德克萨斯木印，这咋的？要跟我要圈啊？嘿，哎呦，放个 W 就好了。不过外圈刮好像真实伤害，放也够呛了。下波攻速海。Shut down。我知道我浪费了闪现。我还能不知道我浪费了闪现吗？防御塔护城即将脱落。谁刀闷那一兵啊？我看看。人有点多呀，你跑个屁呀，你跑，你给我打来，他妈的啊，那扇着妈怎么又跑上来了呢？刚他不走了吗？你不动摇。他没牙。啊，他没有牙。你有啥好怕的呢？跟我来来，来来来来来，杀呀！别怕呀！还行，扇着妈挺装啊。踹死他！哎呀，那哪有先拍地板的呀？完了，我操！你应该早，这哈子应该早点跟我上，你知道吧？我在那点信号上的时候，他就应该跟我上了，他不跟我上。不行啊，这把好像薛威有点劣势。含羞蓓蕾一拳没关系，马上是我的人头。这边往下走来，这边往下走，我们可能要五杀了。
赶紧来啊，赶紧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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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打得有点快呀。往下路走一会儿啊。这扇子妈好烦哦。差一滴滴。我突然感觉到这把好像不太对劲，因为我们的虚区环境可能会有点差，有点砍不起来了，这得单带去了。然后扇着妈有点烦人。人有点多怎么办？亚索没来，这波下路能不能打？吹波扣，不好意思，依旧让我找到了机会。好痛，我在上路收波兵啊。莉莉亚也只不过就是你这没勾到，少人呢，对面。算了，我单带一波吧。哎，这不是，这他妈的，这对面少个人打呀！少人，要么去抓下，要么去抓中。六百，来来来来来，能打能打能打，快跑吧！为什么没人啊？德莱文锤石干嘛呢？这咋不来呢？算了，不来拉倒吧，咱别死就行啊。条龙啊，这边
别急，先撤，哎，先撤一手。哇，德莱文不用撤了，给我保住德莱文。完了，德莱文死了。我能跑得了，你能跑得过我？你给我赛跑啊！啊！我去，这个事我杀了，这R闪干嘛呀？来，这必须得弹，不弹怎么赢？回家。我们1000块现在，我们1000块。德莱文啊，刚才把莉莉亚杀了，奖励他一个蓝红 buff， 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。随时往后撤。哎，可以打，可以打，可以打。我们得过来啊，这波虽然我血不是那么特别多，走吧，差不多了，这个别那啥了，这怎么呢？这好闪现他不也闪了吗？闪现换闪现嘛。别人抓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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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随时是必死的啊！这个随时咱就别管了，别急呀、啊，打完一波就走，着什么急呢？我已经吸蓝刀了，现在中路这俩我们上去单杀应该没有任何问题啊，基本上就一刀。撑死就两刀，加上我的重印，完美。OK， 上去找 ADC 的。在这里回城，3、2、1，等小兵没了。他居然能扛得住我一刀，应该是没暴击。可以大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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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只能说是可以大龙。
小龙也可以，我马上到。这牙手玩不错，其实。随便勾，随便勾。哎呦我操！炸胡！真能跑啊，跑得真快呀、啊！哎，投降了、啊。